我们来试一场看看吧。无事拼图龙科，时风复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可是下周二就是九风王复科，应该说这一周吼。十万血量还行。没悟空能换谁？我不知道。你可以，你当然可以换任何一个光神族，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血量。这个你要直接手转的队伍，你还是血量多一点好，因为真的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那次次服食，我刚才打蚩尤的时候已经体验过了，真的很痛苦。红哥通怎么带黑色西瓜皮？三小第三关，前面是没什么问题啊，这对前面是挺好过的，后面才是真的很痛苦的地方。我觉得从那个。从第几关啊？那给你加个负面秒数，那边就 很痛苦了。什么时候开始加？第六关啊，第六关之后就开始很痛苦了。这公主可以叠，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这边想用叠的。这可以叠吧？今天开到几点？今天不一定。等下是怎么叠啊？刚刚是不是没试关卡？谁知道？他们是有出一个通关影片啦，不过那个也是找别人来过的、啊，而且我记得在转那官方那个找也是什么神之手还是什么冠军呢，还是前几名去转的。好，能死吧，一次就过了，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，手转很厉害。看有没有想嘴鬼灭的，但是算了，鬼灭学学人家的平砍，怎么了鬼灭？当然要开龙科也是行了，但是我龙科还没跳。红哥好 ，CHAN， 晚上好。这边就被打一下就好了，不痛不痛。英格利就是硬啦，不过这边如果说你的那个水柱太多，就会很麻烦。火龙矢要用来干嘛？点燃跟撑血量吧，这两个用途比较大。谢尊，谢尊，谢尊，是哟、哦。晚上姜饼人一条龙吗？可能真的要开的话是明天或者星期一或星期二。但他没有骷髅头哎、欸，好扯啊！鬼灭学学人家、啊，没有开玩笑的，别再嘴鬼灭了。现在星期一，对啊，就有可能是晚上吧。蛮多游戏要玩的，英格利一到五其实蛮舒服的。哦，今天要痛苦了，各位，转注时间减少了。哦，这边有点恐怖啊，各位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开个英格利，对，然后铁塞开关，这样就好了。其实直接铁塞开关就好了哈。铁塞开关不吃任何东西。好，这就够了。蚩尤过后，东西都没在用心做，就是因为蚩尤啦。那你的强度又不能超过他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
哦，这四颗是火吧？不记得。检查一下，哎，不对，这边有个火，可以反推一下。因为蚩尤是伤害天花板啊，他不能让任何队伍超过他、啊，所以才会变这样。感觉吗？现在准度开始痛苦了，开始变短了，而且我还是机械族配置，那转速时间还好一点。如果你没有带机械族的话，那时间更短，更恐怖。各位，看回合，不然你直接扣不就好了？这个它限制是99回合啊，我的英格丽头上有那个回合数，所以我反过来说，我现在只过了11回合，对吧？现在剩88。17哦，17的话就是10、4、3，我敢多一颗会死吗？哇，他 CD2 啊，看嘛，转速时间开始痛苦了吧？开始需要有一点转租技巧了。真恐怖，而且我还是有带那个加秒数的队员，像是大圣之类的。这边铁山要关了，怎么办？如果我说我从左边开始杀的话，就不会出现 bug。根据你们说的说法是这样吗？所以我这边先不消火，不守消火，但是我要消心跟光。不守消火，消心跟光是吧？好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对，不守消火，消心跟光一定要消到。从左边开始杀就不会有事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如果说还出事，那就是，真的好谢谢，我们找到方法了。好，那再来是从左边开始杀。所以这边要消光不消心，各位，但是一定要消到光哦。能死吗？可以，太神了，各位。然后这边按住，可是这样压力就相较变大了，就是你不能卡住，你卡住就爆掉了。感觉这个 bug 又让难度再提升一点了，但是还是可以过第十关。今天首消七康，各位，有点东西，有点难，怎么办？一二三四五六七 ，OK， 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手转就有解，手转就完事了，各位。啊，没手转的朋友，谁叫你不抽蚩尤啊？不是，那能怎么办嘛？那就是很绝望啊。光属攻击，而且这边不能开那个技能哦，很靠背。我想开龙科了，我开个龙科好了。好，我知道这个怎么转啊。开个龙科，不然我怕出事。我开始觉得我的龙科应该要带九风王控场龙科之类的，至少比较保险啊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拼图盾可以用叠的啊，可是后面如果死掉就要重来。妈的，蚩尤之塔，你看对不对？看打不死很扯没事，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再转一下，再操作一下。其实他打不死人，他那个骷髅头骗你的。这边其实直接转就好，不用开龙科。十一关，哦，又来一个次次腐蚀，更狙吧！干，真的这边真的是极致挑战了，各位。手转已经够难了，
生活已经够难了，还再来一个刺刺。没事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各位手转转起来。感觉这边都很巨巴哎。哦，还要手削泉水，这谁受得了？这水珠能吗？水珠太远了吧？看这水珠真的。哦，转不到，不能被打，被打就有点问题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有转到啦，看要不要过啦，伤害够吗？可以，莫待机，各位，第十三。水镜消，然后又不能开技能。我想一下，好，乖，开关铁扇。感觉好好的，70块斗内考完试了，明天不要去上课了，熬夜看红哥直播。哇，谢谢你，好，我会加油的，我们一起加油。这对比较好，是他这个拼图盾可以用拼的啊，对吧？不过有红绿灯很巨吧。暗珠也不够了，不过他是 CD2， 所以是还是有一点点压力啊。我们开个龙科好了，破平盾龙科直接干过去了。对对对，我不要再忍受他了，我必须开一个破平盾龙科干爆他。破平盾龙科就是要用的，好吗？反正后面也用不到，后面龙科会被打爆啊。我们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我看光柱有够多，刚好爽啊！终于来到了15了，这边更恶心，考你手转。一，还有次次腐蚀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一，二。好，这五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，对，这应该是五。次次扶持加指定 combo 真的很恶心哎，这到底是这是谁想的？这在报复社会吧？这盾牌。一二三四五六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六吧，对不对？好。哦，这版面还不错哎，可是要不要转掉呢？哦，这里要七了。哦，这版面好棒哦，是可以的。转转看吧，光珠。干干干！等一下，冷静。冷静，大哥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边是七康。OK， 官方自己打过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你要问他们。再来八了哦，八哦。水珠也隔他妈太远了吧！真的就是巨霸王。冷静一下，好八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这队没有10万血量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玩哎、欸。
没有十万血量，打这也太恶了吧！啊，终于最后一层了，看，真的是吐血。九啊，干还要九哎、欸，是人打的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我在想，知道星座还是水珠真的是太远了，主要是那水珠问题。我干，浪费步数。久了，对吧？要转十也是可以。不能开二消啦、啊、聊天室在云呢、啊，你再开二消，你就直接暴毙啊！这边技能都不能开好吗？然后这边这队也没有无视年符，因为我没有带龙跟兽。然后可是我可以点燃他，因为我点燃不带状态，对，所以这边我等于是。要躲过那个年府，又要消九康，又要带走他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听起来蛮简单的吧？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简单呢？九康不，还不能开技能，我可以开悟空吗？我理解一下，这个技能一定是不能开的。可是我可以破十成精吗？各位？我知道有加康啊，我知道有加康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破十成精吗？可以的话，我破一下好不好？目前我想要把水，我先点燃它。我还要再破一下金啊！哦，点燃就没粘附了哦哦，那没事了，那就不用破十成精啦，不用成精啦，我们直接转吧。这边就还好了，这边考你的手转时间啊，手转时间有点短，又回到原本的手转时间了，这样，哦，那感觉不错哎，至少15关之前是能过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接着就是新一波的挑战了，三康，一二三，哦，天降，破他。你们是不是压抑很久了？这个关卡怎么那么鸡巴？他快挂了哎、欸！哎，怎么都开三？开三是不错啊，可以洗技能。啊，终于下面一位十七，手消水伤害吸收，用叠的。热射关卡，我怕打他打，然后我就不太能转了。我测试一下，包含天降四 combo， 很能回。哎，这队要几 combo 才能回回来啊？是不是三康就能回回来了？血量。哦，现在可以开一个技能，不行啊，现在不能，因为这个印记算是一个技能，你懂吗？所以这边是不能开技能的。基层过了吗？我还没试啊，我猜基层应该是可以。这是不是做球给基层还是什么？靠腰啊，好。这边不能开，下一关应该就可以开一个技能了。要下一关，目前还不行。哦，极致开碟，哦，应该过了，对，我们累积到十颗了，我们
赢过吗？开趴，伤害还是不够啊。我现在搞得，我现在边转珠，我都要看我的血量到底在哪里。所以我现在的眼睛是，你知道吗？同时关注两个地方的，关注我的手转跟版面。啊，终于来到第18了。哎、欸，哦，他没有骷髅头哎、欸，可是不行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个陷阱，你还是得开挡死的，因为他一旦打你，他是打102137，你懂吗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可以哦。要是他打我的瞬间，我在开关铁扇跟英格利，我也不用带，我也不用开这个之类，但还是开好了啦，因为挡个死嘛，没差。对不对？没差，还是挡死比较好。可是我可以先开吧。对，不要冒险，我们还是挡个死就好了。等我们都走到这儿，就不要冒险了。然后就转吧，这边看起来是不用开技能的，我们技能省一下。好想要打完是 CD2 哎、欸，压力比较小一点。好，再来是21浮石，这边压力其实是最大的哎、欸，21怎么理解啊？不消9，对不对？哦，看这边压力真的好大啊！我知道是七康啊，可是有那么好消吗？哎、欸，或许我可以开那个、欸，哎，我可以开这个啊。对啊，我们可以破金一下，只是要把什么东西破金呢？我想想看。火珠好了，火哎、欸，这火珠破金感觉不错啊。好，我转了、哦。看，我现在真的很怕哎、欸。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认真理解一下，5+4是多少？9。9-21是多少？欸，我排个版面好吗？让我排个版面，我这边要谨慎一点，因为我看这版面有个地方蛮好转成一个主数的。光珠5颗连在一起，我那边我就尽量不动它会比较好。12，对不对？12的话，等于是我要再消4组3颗，4、3、12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光珠。我把我排好的版面给你们看一下。应该是长这样。不要英格利啊，英格利特别难转。真的真的，这边用英格利会后悔啊。除非你真的版面是刚好不用转。看到吗？是这样对不对？这样是的话，聊天室给我一个4、4、3、12、12+9、21，对吧？如果我转成这样的话，就会过了。我这颗起手，对哈，好。
按薪水哈，工作转好。OK， 转到了。好，想我借走6000万吧。OK， 漂亮。哎呀，真棒。然后我个人觉得这里是1234，要不开个英格利啊，让它爆掉好了，好吧？开个英格利，这个好像比较好解。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开悟空，因为现在重点是什么？我想要在王一的时候把技能挤掉，你懂吗？你们懂我意思吗？所以等于是我这里的话，我想要把悟空的技能留到王冠。等一下我们真的没办法解这个石化珠，我们再开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我这边先开英格利去读版面，希望天降可以把这些全部都用完，怎么样？你们怎么看？你们听完我的分析的时候，还是觉得这边要开悟空吗？我觉得最后因为他 CD3 呢、啊，我最后关头再开不就好了，对吗？好，我就决定照我的方法打哈。敢天降给我多一点哦 ，Hello， 看就这样。有一点，等一下好像可以叠一盒盒，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了？因为他那个风化珠被消掉了，看那天降是拉屎了，还敢赌啊，玄哥，先睡了，拜拜拜拜。我理解一下这个叠珠的东西。他在这的话，我自己理解一下，我要怎么消会好一点，大概是这吧。然后，珠塞下面会比较好。哦，对哦，我还有控场，等一下再开控场。哎，还是我们要先看控场。我知道悟空的防御零啊，可是我悟空主要的用途是哪几技能？哎，我们先控一下好不好？对啊，控他一下，控哦，跟控肉饭一样香哎，各位。在转三小五颗，这个应该可以，我慢慢放在最底下，然后好，可以了，然后刚好那个跳起来，对，整个算的刚好啊，各位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我们开关那个，哎，不对啊，等一下，等下王冠不能挤掉技能呢、欸，我突然才发现这件事情，是不是有点微尴尬？王冠好像不能挤掉技能，可是我这边可以平砍打过去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开什么啊？这个一个技能，哦，应该说不能把次次腐蚀挤掉，对吗？一个两个，我现在只能顶多三个状态啊。哦，洗技能。好，反正我这边直接手转转是能打赢，对不对？
他才多少？5亿的血量，我觉得一定打得赢。这平砍一定 OK。好。哦，他自己一个状态，所以我们先让他打。哦，好耶，对耶，我们先让他打，所以现在就重点了，现在就重点了，我们要消九康以上，对对对。那这队要消，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，这队要基础消几康，再加上加成 combo 会到九？我想问这一个问题，来判断我要手消多少康。五还是四啊？我手消要五康是不是？然后不能消光珠这样。好，转到五 ，OK。一二，所以我要规划一下。我搞得我现在特别紧张哎，没有消到五就很尴尬。应该是可以吧？要相信自己啊。好，这样就有了吧。然后他请他帮我上个状态，可以吧？上状态，不对，重点是，哎，不对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其实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我先开英格力，先挤掉一个东西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先开两个东西，先挤掉。这种先开三个，再要再对要再一回合哎，我们可以来再撑一回合吗？能撑得住吗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，这样好好，反正我要消五康就对了。那我要认真思考一下，对，我要叠光，我知道啊。好，想一下，其实这版面算很棒哎，对不对？木珠起手，把光珠叠一叠，还是有希望的、啊。哦，消四康不会死吗？好，一堆退坑在这，你们怎么知道他退坑？哦，好险没死。OK， 上印记，几技能？几技能耶、yeah! 鼓掌鼓掌，开始几技能了，两回合。可是我怕这边带走他们耶、欸、会吗？欸，不会不会，至少得要下一回合。 OK， 妈挤起来了各位。爽啦！终于没有吃刺了，终于不会刺了，各位，好爽哦，对吧？这样就挤掉了，对不对？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。然后，可是这边有二消，所以要注意，我们不能消到那个光珠二消，只要注意到这一点，应该就好了。而且转珠时间也减少也没了哎、欸，好爽啊！对对对，光珠要记得隔开就好了。好，我隔开了，然后这个应该可以到达那颗十颗光珠的累积消除，没意外应该可以。那我们现在都靠平砍就好了哈。好诶、欸、好诶、欸，这主法是真的可以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很屌的事情是，干、欸、这天要到五十二，还有一个很屌的事情是那个悟空，他在王冠可以把星珠给转成光。等于是我们就算王冠内静心好了，我们还是能够有输出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你看那个英格力刚好，太完美了，这个剧本太神了，红哥，你、欸、看这个还真的可以哎，不过过程是痛苦的，只有王冠这边我觉得还行，还算可以。
好，我们这边要努力一点，不能手削到光珠。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好，聊天室该刷什么自己知道吧？可以刷了吧？把新珠给用掉。然后接下来之后，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要打到33 combo 啊，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。好吧，我们尽量隔开了哈，希望不要最后再搞我哈。来了各位，这个我只能尽量手消给你处理一下了哦。如果说你天降没有33怎么办？18、19有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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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紧张好紧张，但不要停哦，32、33刚好34，我怎么那么刺激啊，我过了耶，首日通关。该按赞了吧，直播。好神哦，红哥，红哥，红哥，太神了！干，真的是手转有东西耶，是不是六？在一排大家都用吃油的情况下，我居然用英格力过了，各位，有点东西，厉害了，各位。